觉得说黑衣服那个，我觉得黑衣服特别感觉。那么反应在。怪到极点，所以我们决定把他们两个分到一起。好的。
那么按照序号的谁先报名的，谁先报，谁先上，名额就给你。王琦，王琦，你能把这个投给我吗？行。
职业上面去调整。好，你调整到了，就是能够在百分之十，但是给我老师的声音的声，所以唱歌是非常重要。我那天也都给王琦。王琦。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。